连我们内心的这个心法也是因缘和合而成，对不对？色法是缘起的，但是呢，受想行识也是缘起的。我们说心因境生啊，境因心显啊，心现啊。色法是二缘所生，那心法呢是四缘生。前面都讲过，离开了这些因缘，你去哪里这个心外何曾有法，法外何曾有心啊。所以当你了解连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样的五蕴的身心的作用，也不过是这个缘起的一个生命的作用而已啊，当中呢并没有不变的一个能生的我，或者是一个真实的我所存在。所以了解依他起，这个相跟名还有种种的这个分别，都是依他起的，也就是依众缘而有的。所以当下它是无自性，无自性也就是无我，也就是没有不变的实体也就是无声意思其实都是相通的。那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个万法呢不离片计所执性，也就是说在依他起的当下现起的种种的假象假名安立种种的假名之后，可是呢我们还会再加以分别取舍跟执着，那这个就叫做片计所执。我们再会在这个依他起的缘起的万物当中万法，我们再加以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这个是有价值的，这个是没价值的这是美的，这是丑的，这是大的，这是小的，这些种种的分别，有价值没价值，高贵不高贵等等，都是我们众生的视心分别然后执着出来的，所以称为什么片计所执性。也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它只不过是缘起的暂时的假象它是无自性的，所以你去执着它以为是真的有这个有实我实法。所以片计所执呢就是指着执着第一个执着有实我相第二个执着外面有实物相，也就是有这个我法二执那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你不了解真相，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执着。我们的心呢如果把它比喻成一面镜子当镜子有这个照性，能笔放在它前面就现出笔杯子在它前面就现出杯子，这个是它本来的作用寥寥分明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眼睛一睁开就能见然后耳朵呢就能听，鼻子自然能闻，
见闻嗅尝觉知啊，大家的作用都是一样，了了分明，除非你是五根啊有障碍，否则大家都是啊了了常知，了了分明，清清楚楚，根尘啊这个一接触啊就能够了知一切法啊，就能够现出一切法。那我们的心就像镜子一样啊，但是坏就坏在啊，我们不能跟镜子一样啊，不起分别执着。镜子的造性，因为它有造性，有觉啊，那我们人的心有觉性啊，那这个镜子的造性呢，哎，它碰到什么马上就能够现出什么，但是在种种的相当中，它不会去分别取舍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美女我才照，丑八怪我不照啊，他不会这样分别啊，所以他呢，不僵不盈啊，任何物相来去自如啊，生灭他都不会产生啊障碍，但是我们的心呢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心呢会啊，在见闻嗅尝觉知的当下，再加以我们自己的习气执着啊，依照过去的经验啊，以前呢，那个害我的那个啊朋友长得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以后你再看到跟你害你的那个朋友长得一样的人啊，你就会很生气，很讨厌，自然排斥啊，这个是啊我们的习气在作怪，是我们执着了这些相，所以你在那边分别啊，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金子做的佛像，哎，我们就喜欢。那另外一个是金子做的啊，这个撒旦啊或者魔鬼像，那我们就很讨厌他，我们不买。其实我们也是在向上执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都是金子啊所做的，价值是一样的啊，金子做的魔啊或者撒旦或者是啊这个上帝或者十字架，那我们学佛的呢，就不会去买，是因为我们在相上有执着。如果你了解不管它做成什么相啊，做成什么样子，它都是什么金子啊，都是黄金，是平等啊，价值是不二的啊。当我们对相有执着的时候，你就不能平等对待了。所以我们啊，这个不能跟镜子，我们的心啊，啊，当你不能啊，了解一切万法啊，这个相的好坏美丑善恶等等，都是我们自己啊内心执着出来的，那你呢啊就会啊被它所障碍，你就不能通达实相，你见到的都是你内心当中的这个自心相分别相。所以说同样一个东西，每一个人看的啊感受跟喜爱啊通通不一样，对他的评价也通通不同，所以我们才说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同样一个女生
啊，别人看他都不觉得他有什么特别，有什么漂亮。可是呢，哎，他的情人啊，看到他就觉得他是天下第一美女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执着啊，习气执着都不一样，所以当你离开了我执跟法执的时候，啊，你不去执着了，那一切相就平等了，没有差别。所以在以前伊拉克啊，伊拉克这个不要在几年前哈，伊拉克他们有发现那里还有一个啊，我们佛教的一个石窟啊，石窟里有个一尊很大的大佛，好像是啊，是一块大石头啊所雕刻出来的啊，可以算是世界级的一个哎佛教文物啊遗物。可是呢，伊拉克人啊，因为他不信佛，所以呢，他就把他给炸掉了，用炸弹把它炸毁。哇，那在我们这个佛教徒的心里啊，每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啊，不通达实相的人，看到这个都会很生气，因为我们会执着佛像是庄严的、神圣的、伟大的，你怎么可以随便破坏呢？啊！大家都恨得牙痒痒的，很想找他们去算账去。可是啊，有人就问这个达摩烂陀长者，也就是马来西亚的啊这样的这个圣王，他就说：“长老啊，当你看到这样的消息与新闻，你想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啊？”那这个达摩烂陀长老啊，就笑一笑说：“哎呀，他也只不过是一块大石头而已呀，何必啊为他所难，为他所苦啊？放下吧。如果我们执着啊，这个石雕像啊是真实的，啊是赋予。”给他赋予啊，这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价值观，那这一下不得了了，一定要引起什么呀？宗教战争了。但是佛法最了不起的地方，它就是告诉你啊，一切法啊，不管是外在的这个相。啊，名相也好，加上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种的分别啊法执也好，这些呢都是什么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是了不可得的啊。你认为他是佛，他才是佛啊！你如果不认为他是佛，他只不过是一块石像而已啊，一块石头啊。所以说，啊，当我们我法二执都不执着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啊世界太平啊，才能够真正的内心没有一点执着障碍啊，才能够真正的涅槃寂静啊。否则啊，这个各自有所执啊，啊，每一个宗教都执着他的相、他的法啊、他的理，那永远啊都是争辩不休啊。那还有像我们执着说哦，这个，
相是真的时候，啊，你就看不到，啊。哎，就是看不到它的真实哈。在以前啊，有一个这个乡下人，他有一天正在泡茶，啊，在喝了乌龙茶。那忽然来了一个啊，这个日本人游客啦，出现在他家门口，看到他泡茶的那个老茶壶啊，哦。古色古香啊，在他觉得是这样，哇，他很喜欢，所以呢，他就跟那个乡下的这个农夫啊，他就说：“哎，你这个茶壶，这一只茶壶啊，是不是可以卖给我？因为他就是专门在收买这个古董啊。”他说：“我可以用很高的价钱帮你买，不过呢，我今天没有带钱来，所以呢。”哎，我明天啊，我回去啊，明天呢带钱来，你再给我，可以吗？那农夫当然说好啊，好啊。哎呀，我这个茶壶啊，用了那么久，还能卖这么好的价钱，当然是好啊。他心里很高兴啊。结果那天晚上啊，哎呀，太高兴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忽然就想到，哎呀，实在很不好意思，这么旧的一只茶壶啊，要卖给人家，那我不如啊把它洗干净一点啊，这样比较好，比较好，才不会对不起别人。所以呢，他就半夜啊爬起来，拿着刷子，很细心、很仔细的把它刷得干干净净的。哦，像一只新的茶壶一样。结果到了第二天啊，哎，收购古董的商人来了，他很高兴拿出这一只新茶壶哈，一看，哇，他差一点晕倒了。他说：“我就是要你原来的那个啊，旧旧老老的黑黑的那个茶壶啊。”不是这一只啊，他说，没错没错，就是这一只啊，只是我昨天把它刷干净而已啊。哇，所以说啊，你看，最后啊，这笔生意啊，就吹了，钱也没有赚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古董商人他执着的是要那样的古色古香的旧旧的那个样子啊，老茶壶的样子啊，可是呢，在农夫的心中啊，他觉得新的才是比较值钱的，才是比较美的。所以每一个人执着的相不同的时候，哎，他的价值观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同样是这样的一个相，哪有价值没价值的问题呢？就像我们古时候小时候啊乡下家里啊一些那个旧的石磨啦斗笠啦，或者是啊五斗柜啦，有没有蓑衣啦啊等等，在乡下，哎呀，大家都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价值啊用旧了就丢啦。可是当农业社会过去了，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哇！再加上有一些生意人啊，故意啊去收买，然后来炒作，没多久啊，这些就变成古董了，啊，价钱越来越高啊，啊，一扇破门呢，破木门也可以变成卖好几万块，那明知道。它本来不是这样的价钱，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买呢？其实它真的不是，啊，这个觉得它真的有那个价值，只不过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买了以后，时间越久，物以稀为贵，我们人类啊，
哎，一这个经过时间啊之后，它一定啊就会再提升价钱的。我们是这些生意人，他只不过是看中他背后的那个钞票，他爱的是钱，而不是他真实的价值。所以有人啊，古董家愿意花啊几亿、几千万去买一只花瓶，古董花瓶，买一张画啊，名人的画。其实他真的是买来欣赏吗？不是啊，他是把它锁起来啊，目的只不过是以后啊再拿出来卖更高的钱。所以这个价值啊，真实的价值在哪里呀？对不执着、不懂得欣赏的人，他看那一幅画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多的值得我们用这么高的价钱啊，它的价值一点都不存在啊。好，花瓶，曾经英国有一对夫妇还把一个还漂亮的花瓶啊，古董花瓶哦，是清朝的，我们中国的古物啊，有流落到英国，结果呢他们不识货啊，不了解它的价值，所以他们就把它哎这个底部挖一个洞，然后把它装一个灯啊，灯泡，然后把它当台灯啊，台灯在用。后来被他朋友啊，他们用了好几十十几年、二十几年啊，后来被他朋友发现了，哎，这个好像是古那个中国的古董哎，后来拿去鉴定才发现，哦，原来它是价值连城啊，可是因为被他这个底部啊挖了个洞啊，破坏了它原本的像，所以呢，哎，就只剩下啊比较低的一些价钱。你看，我们众生啊，在向上在那边，哎，执着分别。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不了解的时候，它也没有事啊，对不对？它也是把它用得好好的啊。啊，如果当你知道说啊，我本来它本来是啊可以价值多少，现在没有哇，它就啊可能啊会啊堆心肝啦，后悔莫及啊，说哎呀早知道啊我就不要把它穿个洞啊拿来当台灯。可是本来也没事不是吗？啊，不知道它也用得好好，过得很快乐啊，对不对？啊，知道了执着了这个价值了以后，反而啊，生了很多的很多的苦恼。那就是说啊，遍计所执性，就是在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要了解世间万法啊，缘起啊的万法，它本来相是空相，是无自性的啊。我们不要啊，在这上面呢，产生执着。那我们之所以会执着，其实是有很多概念是源自于啊我们的教育啊，还有电视传播媒体啊、杂志啊，还有父母师长啊等等，这个外在环境给我们的一些讯息，而这些讯息大部分啊都是染污的啊，告诉你哦，这是有名的，这是名牌啊，一只表是啊，加上了一个名称，那它就是名牌，名牌表哇，那就价值好几十倍，好几万倍。那其实啊，这一些名表与否啊，有牌没牌哦，等等，是不是名牌？这个是我们啊，众生所执着出来的啊。如果了解了，你就啊不必啊为了这个两个字而去花好几倍的钱。你如果了解，东西只不过是实用
啊作用，如其本来的作用了解了，那就够了。买车，车子就是要以车代步，是要让我们方便啊，到别的地方去而已啊，而不是在显示我们的身相、身份地位啊，或者是种种的这个其他的附带的啊一些标榜，不是在这里呀、啊。如果你了解，你就不会啊，为了说我啊，我的车子只是玉龙的啊，不如人家而产生种种的苦恼。我们只要能够达到它的真实作用啊，就够了。但是也不是说你就绝对不可以去买一部啊很好的车子，名牌车。假如你真的有那么多的钱，啊，像王永庆，他钱太多了，啊，多到不知道怎么用，那买一部好一点的，他喜欢的，啊，那也无可厚非啊，也没事。哦，我们也不能以说我买不起，所以就去啊，叫大家通通不能买，不是这样。你有能力啊，然后你买你喜欢的都 OK， 但是你不要因为我买了这个好的车、高贵的车，结果你就产生了骄慢啊，产生了我慢啊、我执，还有对这个车产生了啊这个执着。只要有人不小心啊，刮他一下哦，那你就心疼的要命啊，甚至呢气得要把别人打一顿，你就放不下了啊，被他所苦了，那这样就啊就是有所执着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啊你买什么样的车，问题是在于你买了这样的车之后，你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观念、执着生出来，问题在这里。所以哎，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啊，骗计所值。如果在啊路上看到一包人家遗失的这个钱，那我们凡夫呢，因为执着、贪爱、贪心，所以呢，我们就会说哇，太好了，对不对？啊，马上呢，噔噔噔噔，赶快跑过去把它捡起来，啊，塞进大包包里，最好是别人没看到，啊，因为我们执着，这个钱啊是真实的，是很可爱的，啊，是生活所这个可以带给我快乐的，啊，那第二种人呢？如果他是啊比较具足悲心的人，他看到这一包钱，这么多钱掉在那里啊，他当下看到的是对方的苦，因为他有慈悲心，他见苦啊，见到对方一定为这一包钱所苦，所以呢他会啊把它捡起来等着来还这个人。所以有慈悲心的人啊，他当下看到那一包钱，他是见到苦啊啊，有钱才会掉了啊，然后掉了才会苦啊，有得就有失，他见苦。那有道德的人，比较具有道德心的人，哇，他看到这一包钱，他会见到如果啊，我把它捡了占为己有，哇，势必惹来官司麻烦。所以呢，哎，他看到的是这一包钱啊，是麻烦物啊，不可以捡，捡了麻烦了，啊。看见钱就如见毒蛇一样啊，不敢碰，
啊，所以不可贪。那如果是有修行的人，二圣人，啊，他看到了这一包钱，他是见到什么？无常、苦、无我啊！啊，当下他有这样的一个啊认知，知道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所以不可贪，不要执着。那菩萨呢？他见到同样是这一包钱，他是见到什么？哎，中性啊，中见中道啊，不二的道理呀、啊，啊，他知道啊。这个钱也是假名安利的啊，假名啊，但是呢有他的假象幻用，所以他就以中道实相观啊，然后来看待这个钱该怎么样，哎，这个就怎么样啊，但是呢他不会啊为他所苦啊，或者起贪啊等等。然后他很可能啊捡起来把它拿去啊这个警察局，然后呢还给失主。如果几个月后没有人认领，那警察可以说那就属于失主的那个捡到的人的啊，好像听说六个月以后啊，如果没人认领，那就是属于捡到的人的。那他呢也不会贪，也不会把它拿来啊自己用啊，他还是呢会把它这个拿去布施啊，做帮助别人之用。他对这一包钱呢是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政治的关照，知道万还需要依着一个中道啊实相的这样的一个妙观，还是要起观啊，直到是明心见这个成佛了啊，开悟的这个成佛者哈，他见实相啊，他所见的钱就是钱啊，实相不需要再起一个啊念说哦这是无常的，或者这是苦的，或者这是啊麻烦等等，他不需要啊，他也不需要起一个哦这个中道实相的观念，不必啊，当下看到钱就是金钱，可是呢他不需起任何一念，但是他也当下没事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也就是说不必再作意啊去起观照。那这个呢也就是啊这个佛的境界，当下就不执着啊，知道一切是依他起，但是呢他离了这个片寂执，那这样呢也就是见到的这个实相啊。所以呢你在依他起的当下啊，你能够离开片寂执，不去执着他的相啊名等等啊，不去执着，也不再分别取舍，那这样呢当下也就是实相的展现，也就是见到圆成实性。好，所以这个圆成实性啊，也就是实相的啊这个特性。那实相的特性也就是啊当下一切啊自在圆满真实啊，无有分别，对待取舍。那我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啊在山下的时候
爬山了、啊。在山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羡慕爬到山顶上的人，就觉得说我一定啊要爬到山顶上啊，才能像他一样啊那么快乐啊那么成就，有所成就。啊，如果爬不上去呢，我们就会在山脚下，唉，或者半山腰在那边叹息呀、啊，觉得啊今天啊真的很不如意啊，爬了半天啊很痛苦，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如果你不能安住于你当下的因缘，你的体力啊就只是这样，然后又不能安住于说你这样子在山脚下看去的景色，它也是啊很美的啊，不一定是要爬到山顶上去看啊才是最美的、啊、如果你懂得欣赏，你的心境很好啊，不管你是在哪里看，在哪个角度看，它通通都是啊很漂亮的。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啊安住于我们的现状，所以我们会去跟啊爬到山顶上的人去比较。当你有所比较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当下的这个清净与自在啊，失去了跟实相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机缘。那也不是说你就不可以爬到山顶上，不必要起哎这个那个放弃，不是。你如果想要上山顶也可以啊，你要跟他想说要跟他一样，跟别人一样可以爬到山顶也 OK， 但是你不必啊在还没有爬上之前呢、啊、妄生啊产生一大堆的这个懊恼啊计较后悔或者是自卑啊或者嫉妒等等的这些心态。好，所以说当你在种种的因缘的当下啊，你了解每个因缘都是最圆满的啊，都是不思议的啊，那这样呢你啊就可以安住在每一个实相当中。所以说不管你是啊在山脚下看的景象，虽然所见相啊比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不管是在哪一个山脚下看的，山腰看的啦，或者是啊再更上去山顶上看的，虽然看山顶上可以看得最远，但是不管你是看得远近，其实跟你的快乐跟你的满足都无关了，跟你的内心啊的那一份自在也没有关系呀、啊，所以说不在于你能得到多少啊，不在于你能看得多远，而是在乎你自己啊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角度你都可以啊看到实相，享受实相。那我们啊不必去比较啊，所以说去或者是说山顶的人去取笑，哎呀我看的才是真实的啊，你看的呢都还不是
也不是这样子的心，啊，这个就像说佛啊，他比喻啊，曾经比喻我们众生就是像瞎子摸象一样，啊，每一个人啊，每一个瞎子，他从不同的角度去摸，他所摸到的啊，认为这个大象的样子就是他所摸到的那个样子，啊，有的认为大象就像一只大腿的那样子的形状，有的认为大象长得就像鼻子长长的管子这样，啊，有的认为大象就像那个扇子，啊，那个样子。那其实呢，在当下的因缘，他们所摸到的，虽然不是整个大象的这个实相，但是在当下他的因缘、他的智慧、他的认知，他就只能知道这个样子啊。只有啊，这个见实相的人，正见到整只大象的人，他不会去取笑这四个人，因为他了解他们现在的因缘啊，只是这样，所以他们啊的智慧，他们了解的就只是这样，所以他不会生气啊，不会排斥他们，不会取笑他们，因为换作是他，他的因缘也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啊了解实相啊。所以说开智慧的人，见实相的人，他看到的啊，也就是每一个因缘的当下，他都能够啊这个觉得他是都是庄严啊，都是圆满的真实的，他不会啊去分别取舍，不会产生啊自生烦恼，不会自生烦恼。所以说生啊，对开悟者来讲啊，他是庄严的，是圆满不思议的。那死呢，他也觉得是庄严的，圆满不思议的，因为如果因缘不具足，任何一法不可能生，因缘不具足，任何一法也不可能灭。所以在每一个因缘具足的当下，这一法都是最圆满的，都是庄严的。所以才说啊，见实相的人，他的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然后万法都庄严了。但是我们所说的庄严，不是有一个啊我们意识上的那种固定已经固有的一个庄严相，不是啊，而是说庄严即非庄严啊，也就是他接受每一法的当下，没有种种相的执着，生死它都是缘起啊，都是当下因缘具足的一个圆满的一个实相。是因为我们有执着放不下我要生的这个样子，所以呢排斥恐惧这个死的相啊，死的到来，所以我们爱生勿死，在相上做种种的执着分别，所以我们才有种种的烦恼、恐惧、啊不安等等。
所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每一个万法当下都是啊圆成实性。所以当我们离开了啊，不要对这个相跟名还有啊这个万法执着的时候啊，不对这个内心不执啊，我这个没有我执，那外呢也不执实外，那个有实物实法啊，都能够了解他们都是啊缘起无自性空性的非相的啊，那这样呢当下你就是生活在啊这个圆成实性的实相法当中，你处处呢都是见实相啊，不再不需要呢哎再依着任何一法来起观照。如果你通达啊明心见性的话啊，就可以啊了达这样万法都是哎实相，就是圆成实性。但是呢你也不是又内心执着有一个圆成实性啊这样的一个理，因为这样呢你还是啊有自己的一个执着的概念在。那这个圆成实性也就是指着开悟者啊他的内心的一个如实的世界啊，他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所以他见一切相都如啊，见一切万法都平等啊，都本来清净，都是涅槃自在，都是万法庄严啊，他活在这样的一个啊心境啊的内心这个觉悟者的清净世界里。那因为他了解一切都是依他起啊，都是当下生无自性，当下生即无生，当下是相无自性，也是都是我们众生执着所来执着啊所成的，所以他能够离开这一切的执着啊。那这个呢也就是啊我们宇宙万法哈都离不开这三种啊这个特性啊，了解了你就是啊过着圆成实性的生活。但是你内心呢没有说啊我现在是哎已经过着这个圆成实性佛性的生活，不，你内心没有这样的一个名相在啊，连这个也要打破。好，那这真的是啊没有办法再讲了，如果再讲的话啊又有一法啊安立的，又有一法一法的法子在。所以呢实相只能啊自己啊去一念无心啊妙气啊而已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请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